日前张一山在采访中坦言称，其实自己一直在生病，而且是一个漫长的病，打算休息后就什么都不干了。此言一出，便有媒体出新闻，张一山疑似患抑郁症，将退出娱乐圈。当天张一山也对退出娱乐圈一事进行回应，我没这么说。至于什么时候开始不接戏以好好休息，他也言语谨慎，不一定，我每年想法不一样。张一山对自己患有抑郁症的传闻显然比较无奈，不知道大家为啥有那样的想法。谁每个感冒发烧被媒体一报道那就是个事儿，所以公开场合能少说就少说。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他又开始耍贫，暂时死不了，现在在拍戏，拍完可能就歇了，只是可能啊。日前秋水的一段哭戏集锦视频在网络上走红，网友们齐夸张一山演技炸裂，不过张一山本人对此似乎不以为然，也没有技巧，就是跟着感觉走吧，去调动情绪去表达，就跟着人物情绪走。对于剧中的吻戏，张一山也比较官方的回应，演员某种情况是将身体当道具，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来排斥角色应该要做的事情。